友在游戏里匹配到过前女友，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。今天酱子就来教你一招在游戏里可以随机匹配到喜欢的人的方法，让他以为你们超有缘分呢，亲测有效，用我动手。首先你一定要有两个名字差不多的账号，然后用有他好友的那个账号当做僚机，偷偷观察他上线的时间。而另外一个账号一定要注意，段位等级必须要跟他差不多，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和他匹配上。然后就是一定要设置在同一地区，因为很多游戏都会有老乡优先匹配的机制。然后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账号一定要少拿 MVP， 让系统认为你是一个放哪里都可以的普通玩家，就像我一样。Nice。如果完成了以上的操作，当你的僚机发现喜欢的人上号准备游戏的时候，你这个小号立刻匹配队友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俩匹配在同一局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。Oh my god！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假装来一句：“哦呦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个游戏里，哦，我也好有缘分啊，我们。”他一定会对你印象深刻。那么明天酱子再告诉你一招如何在游戏里试探对方的心意，亲测好用，专业团队。如果你也有暗戳戳喜欢的人，说说他的名字缩写是什么吧 ？YYQX。